Hello， 我是 Marco。今天我們來到力寶中心二座，為大家介紹一個裝修非常豪華而且是大尺數的租盤。入到來 reception 的位置，空間非常大，門口的右手邊分別會有一間會議室和一間會客室，不單止可以望到中環的地標式商廈，也可以望得到海景。而左手邊就是我們的主要辦公空間，我們進去看看。入到嚟右手邊會是 pantry， 空間很充足，有埋 showroom。最大的特點就有埋來去水，因為力寶中心有來去水呢個配備是非常之罕有的。三排的辦公台一共可以容納到18名員工，加埋一兩間玻璃房可以容納多8名員工。另外埋邊仲有個儲物室添，唔講你唔知喎，呢度仲有個後門可以方便啲員工出入 office。近窗的呢一邊一共做了4間老闆房和一個會議室。可以飽覽住整個中上環商業區，還可以望得到香港公園和半山的景致。而最埋邊最大的這間老闆房還可以望到海景。由於呢間房有兩面窗，所以可以擁有到呢個單位最開揚的景觀，無論山景、海景定係繁華的城市景都可以看到。業主現時意向的租金為大約每尺港幣60港元，而呢個價錢咧其實仲有商議的空間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的話，請記得揾翻我 Marco， 同埋記住留意住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仲會有埋力寶中心的租盤系列影片去介紹俾大家看。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